行，那你明天去。啊，先回去。是不是锁了？不会吧，还早呢。真锁了？锁了。阿姨，阿姨，麻烦你开一下门。阿姨。宿管阿姨，你在吗？麻烦她开门。阿姨，这宿管大妈真是的，你看我才晚回来十分钟就不给开门了，真是老古板，冥顽不灵。算了算了，不敲了，要不咱们出去睡吧。行。姑娘，来，过来。你怎么说话呢你？你给我那50块钱是叫我不要开门给你，不是挨你骂的。早知道挨你骂，这50块钱可太少了，至少200块钱。阿姨，哎，行。50块钱我退给你，你过来，我给你开门。我可告诉你，你今天晚上敢跟他走，我知道你是哪个班的，我告诉老师，整死你！A 哥几个，清一色。不，你来吧，你总三家给钱，你总胡这么大，你要我们怎么玩啊？不好意思，就我这输完了，我不玩了。老公，儿子发烧了，咳嗽咳得厉害，赶紧送他上医院吧。哎呦，我说你这女人烦不烦啊？我好不容易打场麻将，一天的就叫叫叫，孩子生病你不能带他看病啊？不要再烦我。我说还是带孩子去吧。就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！我这儿赢那么多，我走了那怎么办？不道德！来来来，打牌，甭管，来，没事啊，没事没事。儿子都发烧了，咳得这么厉害，你还有心思打麻将？怎么当爹的呀？我怎么当爸，关你什么事情啊？孩子生个病发个烧，就那么厉害吗？啊，带他看病去，不要烦我了。妈妈，我头这么厉害，我能自己先去医院吗？你要现在不带他上医院，我们俩就离婚。这个你别想开了，快去吧！你看，你看，快去吧！去吧，这孩子看病吧。老婆，还够！他离什么婚嘛？不就是看个病嘛？来，宝贝，把孩子拿进去了。哎呦，别，一天就知道打麻将，还要干什么呀你？哎，你多看会儿啊，看仔细了。快，继续。今天这手气真的。过了。说说，王姐啊，结婚前我以为闰土他特别疼人，嗯，谁知道？这怎么又哭了？来来来，慢慢说啊，慢慢说。我们结婚以前谈恋爱的时候，闰土他真的特别疼我，特别关心我。我们俩在一块打电话，每天都是3-4个小时。你知道吗，亲爱的，我最喜欢吻你的脖子。聊了4个多小时了，我这手机都烫脸了。哦，那这样今天就先挂了吧，我的手机也该降降温了。那要不你先挂？不，你先挂。还是你先挂吧。亲爱的，听我的，你先挂。因为啊，我最喜欢听你挂机以后发出的嘟嘟嘟的声音。嗯。亲爱的，你真好。那我先挂了。那这不挺好的吗？闰土他挺会疼人的嘛。陈翔6:30。